马来西亚，分手亦是朋友。安努亚，巫统与沙寺政党保持良好关系。巫统将继续与四个宣布退出国阵，另组沙拉越政党联盟的沙州政党，保持良好关系。安努亚穆沙指沙州政党另组联盟，而非加入西盟。Yusuf Mat Ibache， 吉隆坡12日讯，巫统将继续与四个宣布退出国阵，另组沙拉越政党联盟的沙州政党，保持良好关系。巫统宣传主任丹斯利阿努亚穆沙至今日对马新社指出，巫统做好准备与沙政党联盟领导层合作，以为沙州人民的福祉展开斗争。他们不是加入西盟，而是组成可与中央政府展开合作，属于自己的联盟。这个联盟可看作是要维护沙拉越的利益。他说，沙拉越国阵瓦解是意料中事，巫统需尊重他们的决定。寻其随住这项发展，巫统是否将东渡沙州，安努亚指出，截至目前，还没有这个必要。马来西亚简介。马来西亚，马来语 Malaysia， 英语 Malaysia， 民间简称大马，位于东南亚，由前马来亚联合邦、沙巴、沙拉越及新加坡于1963年9月16日所组成的联邦制、议会民主制、选举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国家。新加坡后来在1965年8月9日退出联邦，并独立建国。目前全国共13个州，包括马来半岛11州及位于婆罗洲北部的沙巴、沙拉越两州，另有3个联邦直辖区，吉隆坡、布城及纳敏，全国面积共329845平方公里。马来西亚共分为东西两大部分，之间有南海相隔住，西半部位于马来半岛，常称为西马，北接泰国，南部隔住柔佛海峡，以新柔长堤和第二通道与新加坡接壤。东半部常被称为东马，位于婆罗洲岛，英语 Borneo Island 上的北部，南临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，而汶莱国则地处纳敏、沙巴和沙拉越之间，人口较不密集。由于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接近赤道，其气候属于亚洲热带型雨林气候。首都位于吉隆坡，是马来西亚人口最密集和最繁荣的地。马来西亚的国教虽然为伊斯兰教，但国民于马来西亚宪法下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。国内主要宗教有伊斯兰教、佛教、基督教、新教、天主教、印度教、锡克教等，种族方面十分多元。马来西亚除了原住民之外，还有华人、韩克克娘惹土生混血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、一般人、卡达山人、其他东马来西亚民族及其他殖民时期留下的英国人、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等欧洲后裔共同组成的移民国家。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称为最高元首，而政府由国会最大党或联盟领袖的首相所领导，
政治体制是沿袭自英国的西敏寺制度。外交方面，马来西亚是联合国的一分子，也是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、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、大英国协、东南亚国家联盟、不结盟运动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等的成员国，同时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创立国之一。马来西亚也曾担任东南亚国家联盟、伊斯兰会议组织以及不结盟运动的主席，也曾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的理事国。主要参与的军事行动有五国联合防卫和联合国维和行动，军队也曾经参与阿富汗战争，协助美军攻击基地组织以及塔利班政权。此外，军队也参与监视各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。